洗了头发出来，我头发太蓬松了，感觉好厚。这是茶香牧场，感觉巧克力爆浆的冰面包还得是罗森家的好像更好吃一些。我的口味啊，我觉得罗森的可可冰面包最好吃。
刚有电话进来，不过好在刚刚是最后一口，也没关系。冰面包，
蓝莓味的。酸奶味的。这是草莓味的。这是芒果味的。